你是爱地区的吗？我是你哥哥，我是你阿兄，对吧？我是你哥哥，可是我是你爸爸，就是。原厂井盖还在吗？原厂的还在前车主那里。在前车主那里没跟他拿、啊？他还在当兵。在当兵？对。认识的、啊？也不认识。对，拿得回来啊？应该是可以拿得回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那么进气啊，拉杆了哈。对，大便有换过？到我手上我没有换过，没换过。对，所以价格你都有跟你谈好了？有，我谈好了。对，好，绕一圈，走，一起啊，好，很用心的车，啊，现在多一个那个呢，就是路飞，路飞。功能就是看水温，然后那个涡轮压力值跟那个电、嗯，就三个。对，它有很多功能，但是我设上去就这些。嗯，对。路飞表，现在阀门是开嘛？对。看上去，是你顾的比较好。哎、欸，有开 S 模式吗？还没。还没。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方向盘快控，它是在哪里控制？在中控这边。这个。对。就等于 ST 的那个啊，方向盘才有。对。从事什么行业？刚刚问到。快递。快递。对。玩命快递。都送一些那种人家不知道里面是包什么的东西。要做哥哥的人。对不对？那你是爱地区的。我是你哥哥。我是你阿兄。对吧？我是你哥哥。这算是比较含蓄的，因为我是你爸爸，就是。19的跟车就是 Level 2了嘛？对，一样。一样的啊，跟车就是它最好用。S 档啊哈。现在特别快、欸，那为什么没写晶片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快一点点，它到我手上就都原厂，后来后续都是我加装的。对啊、哦，对。HUD 的哈，刚没讲到 HUD。你有想过把方那个整个那个液晶化吗？有，有想过，有，就是没有花，没有。那个多少钱？这好像也要两万多块。两万多块，应该要。液晶仪表，那我们还要继续谈价钱吗？不是你跟你哥已经讲。对啊，讲好了。还是他说价钱是我这边。就讲好了，我哥就都跟我。我跟他确认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啊。来，兄弟们，这一台2019年的福特 Focus 跑五万多。全车改很多，有兴趣的私讯我首页连结啊，还有要卖什么车的直接开过来，我现场帮你估。今天是第五台，今天第五台，还没吃晚餐。对啊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哆来咪发，收啦。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